看一下中单胜率最高的是什么英雄，我看一眼。哎呀，天启者，我的天，卡尔玛吗？可以啊，来双盾，卡尔玛我也会呀、啊。哎呀，早说呀，卡尔玛谁不会呀、啊？我的天，拉鲁，这玩意儿我会呀、啊，搞起来呀、啊，兄弟 ，PP 可以啊，出炉灯香炉 ，OK OK， 知道了，懂了，收到，收到。收到 OP 点鸡鸡的信号，点鸡鸡说：“啊啊啊！哇，我被客户端 gank 了！啊，是不让我玩卡尔玛吗？什么意思啊 ？”2000 years later， 三分钟吧，要不然。哎，好了。感动我自己，我的天，快快快快快快，玩哎，你们很过分哎，你们是不是就等着看我被杀呀？我的天，我在打的时候我有这么多这么秀的操作，你们不扣666，我一被闪现一吃大招，闪现大招吃进肚子里的时候，满屏幕都在说，你们是不是就是在那儿快要睡着了，打开斗鱼看我的直播，想要看一看我怎么被别人杀的。太过分了，你们都是变态吧，你们就是幸灾乐祸，我跟你说，过分，真的过分，帮我杀了他。呼呼哎，有用吗？你刷了个最菜的兄弟，你不知道这个队伍里面我没有输出的吗？我死的只是死了个盾而已呀，真的是蠢，他咬谁不好，咬我，我虽然是个 C 位，但是我有输出吗？哈哈呀，躺了躺了，我的天，开心，再见，晚安。白金三了，这一把我掉线了，我的队友直接无敌 carry。鱼说233，喜欢记得点个关注哦。